九套三雲端大宅1598尺的室內面積再加298尺的平台，入嚟有少少玄關位，轉入去就一個客廁，向前行就一個橫廳，外面一個286尺的大平台，種了啲花草啦。佢嘅高度係啱啱過咗前面24間屋仔，所以望嘅景觀都相當通透。一個大露台，嗰邊就大埔馬鞍山，前面就中文大學，再落去就係白石角，成幅山水畫咁。成個橫廳就好寬闊，擺位就好中棟，景觀係相當好。呢邊就套房，都係好方正啦，望翻自己嘅平台。廚房就係長形嘅，分兩邊工作台。客廁就相當企理，兩間睡房大同小異，望嘅景觀都係一樣咯。每間房都有咁嘅景，其實一流。最後入嚟就係主人房，空間就唔算大，佢呢邊都有一個露台仔，望出去景觀同個廳差唔多。主人浴室就豪宅嘅唔見得，有窗嘅，咁嘅山海景大平層，尺價就31,200。你覺得貴唔貴？